我喜欢看着他，只要待在他身边，就觉得好安心。免等啦，这个戆囡仔替人担罪，唔知要关偌久才会出来。亚弟，伊啊，就是我常常咧讲，我自细汉到今仔大汉，我上该死忠的亚弟，叫阿曼啊。周六晚间九点，今晚你想点什么？